好，大家好，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小明，然后旁边这位是我实验室的同学燕琪。对，然后我们想要做一个东西叫做多元观点的新闻与阅读网站。对，然后我相信大家昨天应该都有去看那个辩论，然后就是某新闻网就投出了这个 list。对，然后大家会发现就是非常的偏颇。对，然后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从这里发想，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网站是，哦，就是我现在做一个工作菜单。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希望可以做到功能是，我在上面打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叙述句，然后上面写的是实行字，是实行字合适的信件这样。然后我希望会有三个栏位，就是最左边这个是支持这个 statement， 就是支持这个叙述句，然后中间是重点，然后右边是反对这样。对，那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到呢？就是，那可能讲到这边，大家会想到之前福茂的时候就有东西叫福茂东西句，就是我们做东西像我们想做的东西跟福茂东西句很像，但是想要让它变得更自动化这样子。那做法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就要有一次我们爬虫去爬这个新闻透明的网站或是这些网站。对，然后这部分其实爬虫已经写好了，只是剩下各个网站设定两边的写这样子。对，然后建立好资料库之后呢，我希望可以借由群众力量，就是在座各位，就如果你们很喜欢看一些议题的话，就是可以来帮我标记一下资料。那什么叫做标记呢？就是说今天我上面有一个叙述，比方说我支持这种事情，那我有一篇文章是反对，那就帮我标反对这样。对，然后当这个资料收集够多之后呢，就是我要用我们打算用，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做自然原住民跟经济学习的研究生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努力，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我硕论题目这样，所以很认真的去做这个题目这样。对，然后就是希望之后可能我会，比方说覆盖群体里的社团里面，然后如果有需要请大家帮忙标记的时候，就可以大家一起帮忙。然后我需要可以，因为现在做的其实功能会再稍微多一点，因为可能是正面反面可能是同意的。然后希望呢，最远的目标可能是，比方说从经济面、从政策面去看的。但是就因为要就是要自动去做。